还想知道更多吗？每个星期一、三、五中午11:30，我会帮你整理好当天的投资方向和赚钱的标股哦。赚钱辛苦吗？小资族别担心，每周五晚上7:00，立总投资真心话。想要知道每天盘中、盘后掌握我的标股好康吗？搜寻小老鼠 GoGo1788，让我带你一起发发发。您现在收看的是运通财经台，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，尽在运通。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股市女王。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盘哦。好，今天的大盘呢涨多少？涨200，最高是涨268点啊，目前是涨100点，因为我们的中华队对不对昨天得到了世界冠军，那台股今天上演什么庆祝的行情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世纪台湾雄鹰，你看哦，跟中华队一样超强。来，你看哦，最高来到368，对不对？我多少在这边介绍的，来170，对，170。你看哦，天天在这边介绍，你看170到今天最高368，波段获利多少？123%左右，对。除了四季之外，还有BBU 标兵，就是贝源电池嘛，好，新胜利，我们来看一下新胜利，真的也是太强了哈，它已经被警示，对，但是还是涨7%。我多少的时候介绍的42，我们的家族成员买42，对，好，你看哦，42到今天，对，沿着五日线强势的上涨，获利多少？34%。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什么？正威，对，我跟大家说，我第四季最看好的就是鸿海集团嘛，它会是最票悍、最会做账的集团股，对。好，你看，那正威呢？我什么时候介绍？我在这边介绍，对，我们买在72附近，对。好，当然买的时候没有马上跳空啦，对，震荡了一下，他说他跨入 BBU， 结果礼拜五跳空，今天持续涨停。波段获利也21%。再来还有一档，我说它是 BBU 标兵，对，我称作它不止 BBU， 它还有什么跨入 Tesla 供应链以及低轨道卫星。好，真的也是太厉害，我给大家看哦，今天9点没多久，来，我们来看这边超神奇，来涨停板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看哦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哈，我们这一档 BBU 标兵，对不对？获利多少？24%，这等一下再来讲哈，因为我觉得说，你不要认为说24%很多。好，有时候个股，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迎接的是什么？做账、内资做账以及集团，对，做梦行情哈，24%感觉很多，但是不多。你看我的四季，对，一路冲涨多少？124%，还在持续的上涨。所以哦，就是我们不要就是就是说你用旧思维来限制我们，就是限制这个股票，觉得获利20%很多，并没有。强势股有时候。对，我说这个 BBU 题材好了哈，之前矽光子在飙涨的时候，对，好，你看3081的这个联亚，哎，它也是从90几涨到多少？快400块，涨了3倍。所以我认为哈 ，BBU 像我说 BBU 标兵，现在才涨24%，后面还有一大段哎，所以现在上车都还来得及哈。那我们先来讲解一下大盘。总而言之哦，就是说很多人今天问我，他说他见识到，他终于见识到老师这个波段股四季好短期间内就翻了1倍多，终于见识到，他就觉得他有一点就是没有太早进来跟我这个操作哈，他这个。他都觉得说下一档他一定要跟上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这边。好，今天的这个加权指数哦，正价差，你看期货跟现货呈现了一个正价差。好，那除了正价差代表什么？就是说大家看好后市，我愿意用更高的价钱来买未来。好，所以说
这个行情虽然今天已经涨了100点哈，尾盘大概涨100，但不要觉得说这边是已经够高了，没有高，还有更高。好，再来哈，接看这边外资的空单降什么40000口以下哦。好，那这个集团跟内资作战启动，已经开始在启动 ING 当中。好，我们来看这边哈，来 BBU。跟这个不断电系统，就是电池的备援系统，跟不断电系统持续的创高嘛，对。好，你看嘉百玉、新胜利、正伟，我敢说哈，这一波从我刚上节目看了一下，11月12号开始我就介绍 BBU， 我还跟大家说这个是这个备援电池嘛，所以这一波看我节目，来我们看新胜利。有没有都是沿着五日线上涨？对，好，接下来哈，4931的新胜利哈，就是说嘉百玉跟新胜利都是一样哦，都没有破五日线，代表强势股强者恒强哈，所以手上有的哈，你看我节目买的，跟我们 Light 粉丝团家族成员，其实不必这么急着卖出。好，再来。AI 伺服器，对 AI 伺服器，今天台积电 MSCI 调就是。调整权重，那台积电是有被降一点点哈，所以今天台积电在这边平盘震荡，我觉得还蛮合理。但是呢，长期的趋势不看淡，我还是持续的看好哈，还是持续的看好。好，再来神达3706哈，3706这也是整个这个联盟概念嘛，你看它一样哦，有没有强者恒强，都不跌的，好就是这样冲上去。我从这些个股看到了什么希望？好，真的是台股真的是很强哎，哈！如果说我讲真的，这一波如果说有这个题材在里面的，打刚龙的 key， 所以赚钱很容易耶。对，重点在你选对股。好，再来宇龙哈，我们手上宇龙它就是，等一下我再来说哈。宇龙它说它有这个跨入哈，就是水忍的。散热快接头，对，礼拜五涨停，今天虽然开高走低，但是持续的看好哦。你看 K D 交叉，还是持续的看好。好，再来哦，我要跟大家讲哦，集团作战，我是看好鸿海跟上药。上药集团就是四季哈，等一下再好好的讲。再来，务必要留意的是 I C 设计。好，我跟大家讲，我说立即好。其实利基哦，要特别留意哈，这也是我看好的股票，我们家族成员有。好，你看利基哈，利基它目前是在哪里？其实它头肩底刚打底完成，对，然后它在半年线这边做震荡。好，特别留意它半年线过后就会喷出哦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像苹果导入什么 WiFi 7？好，那这个除了苹果之外，非屏阵营也要导入 WiFi 7。好，车联网。好，跟这个现在的 ChatGPT 比，很多很多都需要，就是上网的速度、连网的速度都要快。这时候 WiFi 7渐渐就会取代 WiFi 6。好，你知道吗？像它这个利基射频元件，好，这个单价，好 WiFi 7的价格是 WiFi 6的，好贵大概60%。那它今年已经转亏为盈，明年好随着 WiFi 7开始导入，就是说WiFi 7取代 WiFi 6，渐渐的取代，它明年的 EPS 会比今年大概成长至少翻倍，所以现在来说是甜甜价哈。我这样看一下是甜甜价，所以立即要务必的留意哈。好，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在世新 KY 也是哈，世新 KY 创意高价 IP， 目前我们在19哈，我们在这个1930买进嘛，创高现在在这边震荡。好，你看哦，它 KD 才刚交叉，所以呢震荡出量之后就会持续的往上，因为这个都是第四季的做梦行情股，低位接股。好，再来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上个礼拜说的哈，一样哦，集团做账，然后季线有撑，逐梦行情展开哈，展开。好，再来我们来看这边哈，这个是日线图哈，之前哦大盘回撤到季线破季线，这时候大家很害怕。那我当时怎么说？我说以葛兰碧八大法则来看，股价破均线，但均线呈现上扬，这边是偏线，你卖掉就卖低了，卖飞了，你这时候是要做买进，对？那果不其然呢，你看今天已经站上月线，月线如果站上之后，来先挑战这一边的23300到23500哈，一定会到哈，一定会到，因为你看 K D 交叉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，好，我也跟大家说这个
上个礼拜就这个是上个礼拜讲的嘛，破你看哦，当指数来到季线，很多人在这边害怕卖股票，都恐慌。我记得当时哦，这个连我们的会员都真的问我，老师，这边我需要把手上的股票全出吗？因为真的很没有信心。我说不对，这边是骗线，而且是长期的买点。对，如果你看我节目应该知道，当你们在恐慌，在这边季线震荡，我每天给你信心。对，我说第四季哦，上涨的几率都是九成以上，那接下来没有财报的干扰啊，做梦行情展开，再来集团也要做账啊，你没理由在这边。对我专业来说，我认为是买进，但你反而觉得想要卖掉。因为我跟你讲，有时候就是这样，人性的恐慌是很正常。为什么股票市场90%的人都赔钱，只有10%的人赚钱？因为有时候方向会错，对不对？那你看，果不其然，你从这边季线，对，到今天整个站上月线，这中间，对，有听我的，今天看我们的 BBU， 对，至少都获利20-30%以上，再来世纪也都变120%。我跟你讲，我来看今天的讯息，哎，真的是随便。今天哦，如果说你有撑住跟住我的，今天真的都，我只能说不能说高档欢呼收割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出嘛，但是渐渐的我们的绩效都开始一直出来。你看创维跳空涨停，我试问，你这不叫嘎空手吗？他这直接跳空上去买不到，跟正威一样嘛，对。好，再来你看利基，我讲过，对，我们这个170买，我们也是获利193，我们获利也快20%，对。好，再来创意，对，创意我们也是1245 1300，所以很多。再来伟创，这是今天的口讯，好，都不骗人。你看伟创我们也是持续的获利嘛，对。好，再来除了这个之外要留意哈， Tesla 相关， Tesla 已经创高了，所以跟车用相关，跟比特币相关，跟低轨道卫星的相关你要特别留意。那这一些就像我说的鸿海集团，对不对？以盛啊，这些都是我觉得哈，就是鸿海集团都全包了哈，都全包了。好，再来柜买指数，来你看柜买指数今天也是反弹到哪里？月线有吗？我在这边的时候我也是讲，我说这里也是骗线，跟刚加权指数一样，加权指数破季线，在这边大家没信心，柜买指数破季破年线保卫战，我也说这边是买点，对，所以你看整个就是它已经连三红红三兵了嘛，接下来就是会持续的这个往上，所以中小型股特别的活泼。好，再来，当你们没信心，我还跟你们讲，我说九月的景气灯号哈，还是一样呈现上升，有没有？景气灯号上升代表什么？其实国内就是我们的景气就是成长，那以好多年有没有？我说以2019、2020、2021、2022、2023，平均涨幅年增率多少？26%。所以当时台股破，对，我们来看，这些都是当时台股破这个季线，在这边附近震荡跟你们说的。那现在回过头来看，你们说哦，老师你就准了，你分析大盘就厉害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因为真的今天真的。不止我的会员哈，我们的 Light 粉丝团的也说，他见识到老师报一档股票世纪，好，怎么这么厉害？就这样默默天天涨，没多久就翻倍了。对，好，来我们来看这边，我相信哦，世纪跟我的或看我的或 Light 全部都赚钱，因为今天又创高了嘛。对，好，来你看这个是清代，好，不夸张，来呵，有没有最高来到368？对，好。170快120%获利续报，有吗？好，来，这是普惠，好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要，但如果是我是一般投资人，这种绩效就是我要的。来，你看，呵，普惠哦，呵，我们多少买190，获利多少95%，有没有368？所以我觉得世界上哦，最遥远的距离，男生追女生说最遥远距离是男生一天到晚陪伴在女生身边，距离很近，但女生都不知道男生在爱她。但你看哦，你跟我之间，我觉得最遥远的距离不就是每天你看我讲世纪，你看我讲正威，看我讲这个新胜利。但是呢，你手上都没有我的股票，对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最痛苦的，最郁闷的就是，
看别人的股票翻倍，但自己手上的股票还在爆，还在赔钱。所以真的有时候像现在，我认为第四季做梦行情来，你只要选对股，一样积极的做换股的动作。真的，我就觉得，就说一档，我常讲，你第一档跟我就像四季一样，我帮你翻身，把套牢的钱赚回来。第二档跟我，对，再来一档四季。你是不是就可以翻倍？因为我是选股模组，模组都一样的。好，再来我们来看这边哦，基本面我就不讲了哈，因为我说我看好四季是什么？它的保健食品，保健食品真的很赚，你知道吗？吃的外泌体，就是它这款食品，它这款保健食品让它十月的营收创40个月来的新高。对，好，再加上无人机，军用无人机四款要出货了哈，所以它的营收它是成长股哦，它成长股不看淡，好，不看淡。好，我们来看这边，你看当时选对股就。讲实话，真的就是让你上天堂。你看四季跟新唐，当时是新唐先涨。我们来看一下新唐，你看新唐哦，怎么选就是在这边震荡震荡。对，当时是新唐先涨上来104，但是我在这边第一时间跟大家说，我说选四季，四季它会比价新唐。来，你看，你看哦，新唐低位接涨停，对。那四季会被带动，对，而且你看这边多久？我10月25就讲了哦，集团做账，对，好，接下来10月30号我又讲了，我说务必跟上，最后一次机会只有一次，务必跟上。好，那基本面不讲，来，你看我之前讲的，对，好。因为大家都说老师你有神预言了，我说没有啦，真的股票就会走它之前的模式，而且之前我有赚到100到400，这一方我有赚到，第二次又来了，我当然第一时间就带会员进场啦。你看100到400有吗？今天多少？来5314，今天368最高，对。好，再来，你看我当时什么时候介绍九月翻倍股，对，头肩底打底完成177，对。好，你看。177，对，再来195，对，好，再来200，好，再来多少？226涨35%喽，再来多少？249涨47%喽，好，再来270涨快60%了，好，再来288涨70%，获利70%了，好，再来314.5获利85%，有没有税哦？再来。到342获利101%，对，好，今天哇超强的获利120%，我们一张已经获利快200,000了、欸，10张就200,000了。来，你看，你不要说10张不可能，你那时候一张才17万，在这边一张才17万，对不对？这个波段我就带大家，对不对？有看我电视的就120%，一张就赚20万，对不对？好，来你看。周线呈现 N 字形突破，有吗？好，月线，好，月线月 K 连三，好，你看随着它创高，哎，千张大户持股持续的增加，对，好，我要跟大家讲，我不是只有一档，我今年不是只有一档四季翻倍，来，你看，我讲过哈，我动不动我就会时不时的。找出翻倍股来，你看，这是我今年，你看哦，金利科获利310%，新复星有没有翻倍？金城科获利110%，环达115%，金赞106%，世纪124%，所以我会找出一档翻倍股，对不对？我就会。选股模式一样，就会复制下一档翻倍股。好，那现在因为。我觉得昨天我很激动，我从6点开始看这个棒球，到10点颁发奖杯的那一刻，哦，超感动，眼泪都流下来。所以呢，我就想，哎，大家都 seven 啦，全家啦，全部买一送一。来，今天我也跟公司商量，好，我们就是庆祝这个中华队世界第一队，我有一个快闪168，就2天，好，今天跟明天。假设你也想要，对，跟这个 Light 粉丝团的家族成员一样，他说老师，我世纪从霸气打干跨打干跨跨个加的368，我真的。都没有买，不敢下手。假设你也跟这个 Light 家族成员一样，趁这2天哈，我们的快闪168打电话进来，下一档四季带你这个进场。那休息一下，回来我们再来分享，就是下一档四季，就是 BBU 标兵。对，现在才这个没几天才获利24%，后续。
空间还很大。那是哪一档呢？休息一下回来再跟大家做分享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2781-0909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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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韵达投顾真心照顾。韵达投顾成立于民国84年，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，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，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。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，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，我们不造神更不成魔，专业智慧经验负责，用最严谨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，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。韵达投顾真心照顾，02-2781-0909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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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韵达投顾真心照顾。迟到了。看见行人行进路口，准备穿越道路时，汽机车应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哦，很慢的。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，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另外，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，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，遇行人过马路，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。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，未暂停让行人先过，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。停让一小步，交安一大步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好，欢迎回来。我们来看一大早来我写给 Light 粉丝团的家族成员。原来你看正威持续的看好，对，来永威。然后再来新能高加百裕，对，好，你看不断电系统3617的硕天有没有尾盘拉涨停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好，来你看我在这个22号一样哦，好，一样有讲正威，对，好，永威，好，然后新能高加百裕有没有这一些？好，所以这几天有看我 Light 的全部都赚钱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哦，来10月21号，对，好，一样哦，来看这边新胜利。有没有新能高加百裕？对，好，再来，好，再来，你看20号一样哦，20号有新能高加百裕，对，还有这个整个 BBU 嘛，不断电系统。好，接下来再来18号，对，一样哦，新能高加百裕有没有？好，再来，好，再来，15号有没有？15号一样哦，好 ，BBU 有没有？好，新能高加百裕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14号，14号也有哦。来，你看，好，有没有新胜利？有没有新能高加百裕？对，好，再来13号，13号，对，11月13号，新胜利加百裕，有没有？顺达 BBU， 好，12号来，12号有没有新胜利？顺达有没有？12号，好，来，我们来看这边哈，12号。4931，12号，对，我从12号开始天天讲新胜利，对，好，加百裕3323有没有？所以这一波哈，我 Light 粉丝团的家族成员，我敢说哈 ，BBU 全部都跟上，全部都赚钱。那如果说你是第一天看我节目，你说啊，老师这个资料要去哪里找？右边有个 QR code， 你只要扫进来，每天10点最强的股票就送到你手上。好，再来，时间来不及了。来，你看 BBU 哈，消费用电池今天在前几名。好，来你看这边，这个是今天哦特别会员的讯息，有没有？正威获利20%。再来呢，刚讲的 BBU 标兵40块到496也获利24%。对，好，你看这个就是这样哈，你看没多久哇，涨停收起来，我睡哦，获利24%。好，那我
讲过，这档个股我看好它，除了它这个开始2025年要量产 BBU 之外，它有什么 Level 4自驾等级的运送机器人十月出货咯，还有什么低轨道卫星跟 Tesla 胎压侦测，它都是供应商。好，我们来看这边，对不对？当时40块到46多就介绍，对，第一时间是这一天哈，我们买40块，我就介绍给大家，对。那没多久又涨停，对，那今天又涨停哈。好，来你看，这就是这个今天哈，我买在这边，有没有连续持续的上涨？对，好，来你看哦，好，你看今天哈。外资买、投信买、主力买，全部都在吃货，所以不要认为说，24%感觉不会涨，不要限制了你的这个想法。世纪不就从170对，涨到多少？涨到368对，也翻了120%。好，我们来看这边，世纪获利120%，对，新胜利32%，BBU 标兵24%，正威21%了，对，好。如果说你羡慕我们家族成员，或是想要跟上的，趁这两天快闪168，只限今天、明天，对。如果想要布局那档 BBU 标兵广告的时候，打电话进来，明天准时带你进场，拜拜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日头才拄浮上山，阮就已经规身躯汗。过季到分也无水满，你着目睭金金看伊热。操劳要几冬，食穿拢靠一站，所以较热嘛着拼。恁可能毋捌阮是啥，毋过若讲起台湾的过季，无你操蛋，你会当叫阮是世界第一名。啊，若开力，阮拢挖过休困了后，一杯啊玻璃蛋，明仔载开力。保你大臂。2781-0909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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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韵达投顾真心照顾。韵达投顾成立于民国84年，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，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，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。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，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，我们不造神更不成魔，专业、智慧、经验、负责，用最严谨的态度、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，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。韵达投顾。